昨天画了一个这样复古的做旧的图形，其实呢，这个图 PS 画的，并且超级简单，而且画一半就行，另外一半 P 的。首先用自带的笔刷自带的，把玫瑰花画出来，这个叶子也画，这个果子也画，这里面的木刻的感觉，你就来回用这个笔一笔一笔的画出来就可以了。完事儿，直接开启 P 图模式。选择这个矩形工具，拉个框，再拉个圆。记住，按住 Shift 画图形，它是正的；按住 Alt 画图形，它又是正的。然后把这些图形一加一减，这不就有了？再弄一个做旧瑕疵感，是不是复古那味儿就出来了？Nice。然后你再稍微贴一下样机，看是不是更有复古那个味道了。